间。那遐姊妹，第一个我讲，上面听我讲，上姊妹，咱个日子内面呢，就顺境加歹个环境，对无？听姊妹，当你讲顺境，点解要变咱拖长去顺境？啊，你就要挖苦主，是哦，常常在你主个传领内面，你个即个顺境就会来变长。等咱在看破环境，点解可能咱一个新主，咱负责老了，真正坐只坐无好生个，主在挂念。主在你挂水，主在你在你贵州路的点将，你拄到坎坷点将，但是你拢对你好诶，即毋是拢要怎做啊？咱要祈祷，挖苦主，相信主，行落去点将，不用着安尼款诶方式来挖苦主点将，你日子，你坎坷日子，上帝，互你紧紧好坐起来，阿妹哦，来你即款，当你行落去主诶上帝诶时间，点将你主下面行。了去，你唔通搁再跋倒，他话起来讲唔通搁再跋倒，唔通喝酒早就来你生呀，阿妹喏，因为那是你跋倒酒早就来你生呀，兄弟妹，咱人都失去了福分，阿妹喏，所以阿姊妹听咱看，咱行到底上帝点声的，死个上帝时间上，咱们注意下物件，话。馬頭音第十三條二十四節同埋三節，馬頭音第十三條二十四到三節，耶穌講嘅就比喻，我哋看五章四節，咱看，即係咧講耶穌就講了一個比喻，俾人聽。即邊啲就係講天國上加人耶穌正等天來。感觉困难困嘅点声，有修正将一个麦子的种、野草的种、野落去麦啊的内面，所以就走了。然后平平就是麦啊，甲一个野草平平发芽，结果天地主人的目前就看见我来对伊讲主啊。都不是亚好精嗰啲贴嚟，当佢就俾嚟有啲批精，就是啲亚差嘅。主人讲，即啲就是我系善的做嘅。保险就讲，都会我去将佢搬起来喎。主人讲唔通，空间搬了啲亚差，连啲白啊啊会断嘅，会断出来。你何止两行白白成条，搞个修怪咁先啊？我哋。对受怪人讲，先将野草搬起来，拔咗一捆，留了烧去，会有白啊，要烧到你仓库内面。啊，这个咧也属做一比喻，就是讲到是讲到真理，是讲到咱个生活顶个代志，是讲到未来天国个代志。主要说讲到现在，因为其实是咱讲到咱世界个情形，其实全世界人讲到你上帝点先，咪讲你从来不离开上帝点先，真哩。但是到你想这上帝音声的内面呢，人家请问，阿伯就话讲，耶稣做工，魔鬼做工，所以圣经内面讲讲，耶稣做了这比喻的点声，讲有一个天主，就是讲有一个一个坛的主人，亚正亚好的正，亚好的正，点解？哎，生起来点解？安怎有一个亚超派的正子啊，生起来的？你一个工人就看到，我就要请假给主人。我明明看到也好精的，我那派的精的也起来咧，你也抄起来咧。哦，主人知影了，耶稣讲这个是修德做的，魔鬼做的，相关的之外，咱在你当今日子生活顶的内面，耶稣就是也好精，魔鬼就是也派的精子在你身上，就是被破坏，被好多灾害，被咒诅，被犯罪。OK。那样之外，嗰只俾你等先，主人就讲，即系主人嘅工人就讲，冇可以搬嚟，未使，音声未够，第讲音声未够，魔鬼音声未够，真正济人要得救要悔改，或者济人要得救要悔，所以主要所讲未使，未使当金来信话，未使当金来做事，因为用当金来做事，你好嘅精你就伤，真正济嘅改变咧，不无他就改变了，那是讲当金信话灵够。
啊，主要所讲第一十三章的三九节到十三节，一边做出解释，咱来看。耶稣就讲咧，天地上个世就是世界，何正就是天国的囝，我话你听，来讲就是天国的囝。哎，太正就是迄个歹的草，就是恶者的囝，也歹的这个草啊。会受的就是魔鬼，受苦的人才是世界的末了，受苦的人就是天使，将这歹的正放出来，用火烧去，世界的末了就是阮上帝要来审判，所以黑暗的、罪恶的，拢作为灭掉的。耶稣要拆开书架，将一切叫人掘倒的作恶的，在伊的国内面建出来，钉在伊血路内面，在伊面也叫哀哭。来切齿，加了出去见啦，听感叹，那是异人要到你新的国内，白白讲异人要到你天白国内面，要快出归来，上个字头安尼款，有耳仔听的，都要听，我听到几多，只要所感谢我都注意性命，今早起我传了个经子，来个老师来听主的话，主跟我讲话，跟我同在。我叫王生咪真白骨，王徛伫基路内面，无得罪路，王生咪特别知伫基路无好，感谢听基督，王耶稣用得圣名叫，阿门。一即款可能说做圣人在了啥？你到底行入上帝，要先要注意啥物件？要注意魔鬼撒旦亚派的正到底圣名内面，所以要小心，保守了家己，保守家己下面头前咱袂看，我唔通接罪。大家叫我唔通接罪，冇接受罪啊，唔通接受罪，同意先嘅里面啊。看圣经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三节，圣经叫人小心乜嘢啊？看 ，First Corinthians ten verse 14-23，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到二十三节。这个讲我所亲爱兄弟啊，汝人要想要走，何必拜偶像的代志？咱要上加对面别人讲，汝要心诚怪话，我人所唱的过去是甲耶稣甲白饼饼，耶稣基督对吗？我人所白鬼的饼，去不是白饼饼，耶稣的圣母吗？那虽然真济人，但是咱只系食饼，食成菇，因为那有拢是白白分享来受这個，来接受这饼。咱看俗肉体一些人，来食拜偶像、拜鬼物件，岂不是属于这个自我受苦吗？我是安怎讲呢？岂不是讲拜偶像的代志算得啥物，还是偶像算得啥物呢？原来是讲我万人所献的拜的是拜鬼拜神，我唔爱甲我无愿意人甲鬼白白相交，拢通啉主的杯，搁啉鬼的杯，唔通食主的筵席，搁食鬼的筵席，我咧看会互主来起哄，我人会比伊的灵力搁较大吗？凡事拢通行，但是拢唔是有益处的。凡事拢常行，但是唔是拢是造就人的。你咪买伊讲物件哦，因为只无系保罗嘅讲就物件，要小心拜偶像、食拜红光嘅物件。嗱，因为只无系拜偶像嘅物件、食红光嘅物件，对咱人有益处哦，有益处嘅。人是咪惊食咧？有咩事？都无咩事。那是讲咱无小心食，无咩事；几多食，咱无咩事。但是买其他物件，保罗讲好少买食。要紧，因为我买个贵沙糕。一切事咱无明白敬拜物件，咱等咱做哩敬拜了物件，归到伫咱面头前来接受咱来敬拜。所以，汝毋是敬拜神，就是敬拜鬼。圣经保罗讲，若是讲汝已经信主了，敬拜神就忘甲鬼有来往，忘甲邪灵嘅代志有来往。因为汝即甲邪灵嘅代志有来往咧，就接受迄个邪灵入汝生命内面，阿咪？那基督徒真是咱无明白。他们说人有拜祖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咱基督徒不好？无，圣经的教导的孝道啊，比所有宗教更加勇，更加重。
前面十戒啦，要堵得经会闪之后，落嚟头戒对冷光嘅，到时你敲见病魔，上帝救到你。然后圣经讲，但是讲无敲见病魔，上帝嘅地师都话何你定灭啦，佛招阿弥何解？因为之外，定圣经咁讲，就咪证明咧话上帝唔叫咧不敲病魔，但是后尾数几多讲变晒拜错神。不是基督徒无拜错神，是基督徒用无想的敬法、尊敬的敬、敬法。基督徒无拜，但是用敬。后面是基督徒未使拜，因为基督徒本来真清楚，后面物件会使何冷，后面物件会使何善，后面物件未使何冷，后面物件就变何善。这是主耶稣圣经的教导。拜这样代志是何善呢？大家讲拜是何善呢？敬是何冷嘅？等下啲拜冷嘅点声，拜错声点声，嗱嗱就将冷铁管甲闪白灯，是唔是？对唔对？人先话，嗱中国人是叫嗱唔叫中国人，马来西亚人，唔使叫中国人，好嘅，中国本省人都系，佢哋系 passport 好嘅。OK， 嗱人先话，嗱只冻冷啊！揾師只可以我攞嘅，冷無師啦，咪叫冷。冷嘅師啦，就黐住嚟面叫鬼，佢驚你話師，佢驚你話嚟除污，佢驚你過嚟除污，驚你耳邊師嘛，佢再過嚟除污，就整埋後排嘅師驚鬼嚟除污。我係之外，嗱是當時冷係麻鬼線啊，就算係黐住都對那麻痹害咯，對唔對？一生路、遲路、過路、大鳥過。個弟弟報銷都教緊，一鬧咧都講過算，你話你騎咧咁滯，到底你係咩？後屘咪驚嘅咩？因為都總是咁咁滯時，後屘咪驚嘅，賴咁滯，人多其實賴嘅，真係賴唔是依賴，是下嚟咩？所以我呢個多冷個師，咁叫冷冷師嘅，七字叫鬼，七字七字石膏字鬼後叫咩？叫死鳥。都將啲善珠擺只柴咯，其實你當喺當地運江地浸，啲嘢咧去做古裝啊，去變啊，咁先啊。你用即係香扮裝啊，不用即係香扮你做工，你又分善咯。看啲咩先嘛？即係冷嘅河道，但係佢當唔是河道嘅人，但係佢當白錢啲人。所以咧，將應屆學善學善，將應屆學冷嘅學冷。所以佢咁講，無拜作聲，但是敬作聲。收王、情面、吃瓜，一粒係使肅敬。按職就按職，本未有結嚟結基任，心入面尊敬、敬虔嘅、敬畏嘅，唔係敬虔，尊敬嘅嚟尊敬嗰啲嘅善人作聲。阿撚做咧，一好多嘅物件隆重做。嗱，幾多多是咧注重善後為師後，我常常同人講，善正一粒分珠，也為師了一隻大小珠，對唔對？係咪？你話你驚善，咁後你只分珠好咧，還是師了佢係大敗細敗，你成日丟，咁咪努力，你咁易驚多，係咪啲啵？係之外，有隻借人啊，一隻師人過嚟開白波一面啊，是唔是？花餅冇插啊，都得。師人插擺個圍頭機，佢攞做度嘅啦，後面數咧。其實人擺咧，圍頭咩？弄後面驚啊！後就啲愛變，大家講愛變，驚人講佢不好，對唔對？第二嘢，大家講驚鬼，啊對啊，講驚鬼，你驚我就是不好嘢，人好不好，老闆我嚟捶你啊！所以咁樣擺啊，都得。弄後面驚啊，你難擺，弄後面驚啊。所以啊，只話你要清楚，我咪算得無敗，因為那人將敗之事俾何善人，俾曬何人，等咱將敗啊何人嚟講，咱就對善不敬，得罪咗善，咱就失去咗福氣，幾多多所以無敗作善，係嘛？第二，我咪算幾多多無敗作善，因為幾多多在啊靈界位置，大家講靈界，靈界，等到敗咁時啊，我估計都唔是會敗，我嚟就掉嘅。唔是你善人坐上嚟接掉嘅，是喺你所谓邪灵啊，行嚟嘅。所以啊，千万都话你收放情面，你谂先，你话是道教啊，你谂正注意嘅，正惊事，正惊嘅，唔知咩啊。你话其他放情面，你谂先啦，卡立陀教得出嚟，你谂先，你咪用抽蛇嘅陀，听讲你坐嘅陀对住咧，就话私人陀对住咧，你坐鬼对住，得不？
啊，也是话伊会惊，若是讲希望伊惊，讲伊惊犯罪，就叫伊惊，也是流速，也是咧，啊，你流速叫咩？叫嘛？流速。流渣男，对吧？啊，流。老鼠啊，老鼠啊，老鼠，咁所以人讲老鼠撇蛇，所以好鬼未来歪。你看，伊个叫望个，就睇到在讲蛇灵啊，鬼未断只命啊。但是就拜落去，点知啊？你唔知你灵咪知啊？拜鬼啦，就拜鬼啦，哎呦，就烦叫啦，就俾阵话吹啦，俾鸡啦，俾啲人工啦，哎呦，咁所以鬼后咧望衰了事啦，咪烦你断只命。一只鬼对住大家讲，只鬼。接邪靈對住，所以見到講你小心先出嚟，點解唔能接罪入到你生命裏面？阿咩咯？唔能接罪，你接只罪入到你生命裏面，你生命落到啲惡暗嘅裏面咧。見到講，所以唔能咁拜拜字，運準站位，明白唔？所以我哋都啱説未識拜初聲，介紹俾你聽。頭一個，因為嗱人應該將拜學少，唔是學冷。第二個，見到講就係一拜。定拜念時啊，等係接受無上嘅領接嚟，所以講無論拜，我今日拜神，必曬拜鬼，明白有人知未？落嚟，先講你少少乜嘢？聖命記第十八章第九到十三節，聖命記第十八章第九到十三節先講，佢教咧教我哋神所受嘅地，係你國民所行嘅，是上帝以外嘅大事，唔能惡，反做嘅人唔能惡，或者。攞中間唔能學有人學驚敬畏鬼，唔能去算命八卦，唔能去看青，唔能用法術行邪術，用迷術就是做功頭，就是去探望，甲鬼來惡行惡行，即個有啲謀生代志，鬼陰嘅代志，我哋行啲代志，攏是後話所言學嘅。因為你國民行這個銀行的事情，所以有話必先將人代表留在掛起，讓你代表有話必先留在做運盡人，大家講做運盡人。聖經嗰啲教大家咩嘢？唔通接罪，我哋生命裏面信主了的人，那人未使去看命、看星座、也 number， 你知道？看風水的那物件唔通。迄个敢若是有咒诅在内面呢？那人个耶稣在那日子里面祝福咱好事好事，无论啥物日子、啥物时阵，拢是蒙福的。这是主耶稣的恩福，人所以人信主人，大大日好事，大家讲大大日好事，大大日平安。所以咱来接咒诅在咱生命内面，基督徒望暑假暑假去看命，我甲你讲。等你看命先，就到你生命发出咒诅，你未过三十五岁，是啊。你大日你想我未过三十五岁，未过三四岁就过去了。阿秘书，本来无这大事的，你可以咒诅。你就讲，哎呦，我可能面不成好，我血光之灾，注意三礼拜的面对家哦。本来无事的，你看，哎呦，三礼拜面对啥？下禮拜有時候，即個心裏面亂亂嘅，反正心裏面啊驚驚嘅，反正即砰嘅，一條龍就喲，條龍就。其實即方面也是冇嘅，是你去看咧，就知伊照咗佢哋生命冇規則嘅做工擺路，佢哋先進啊，陷害路，然後你教緊你哋知，就砰一條龍，就知你感覺即啲聲唔是，因為你亂攞嗰啲冇規則，但係照咗裏面咯。所以唔能話星座。他咪想到好一个人要对了这个这个人做话的代志，魔鬼落的就做内面，要挖伫内面，唔爱挖伫脚内面咧。你挖伫圣经话内面，圣经内面耶稣，圣经内面天父上帝宣告讲，即使日头无害路，咩事月亮无害路，所以即命平安。但是你却在内面挂心珠，听我平安哦，因为好笑。聽我未使挖嘴，未使挖嘴，聽我未使挖肺，聽我未使挖胸，聽我未使起啊，即係白病，聽我未使起藍病，都同你知整條白條牛條白條，我咪想你鬼乜嘢知？因為我咪想你諗未使看咧物件，人講看咧嘛，我看咧嘛，我甲講，等你看咧點先？
都无修行的心才相信啊，接受的咒诅啦。You receive the curse， 接受的咒诅。等你接受的咒诅啦，迄一支都挖你咒诅来，迄落来一支都挖来咒诅来，迄个一讲的物件都发生到你内面，等你袂看的，无所谓。我接落来，我看，暗看有事。死人也帮，虾米也帮，暗看有事。如果就冇得咁去，但你去，阿冇看有事。阿死人嘅人，我冇一个就是变个帮，变我个借用嘅。但系你死人，我就该祈祷嘅，但系死人咪停我帮。我到老尾人多，有咩事我帮你，人家帮我帮，冇人会惊你唔敢帮我，我帮你咧，你莫输帮我咧。最衰就是你莫输咯，咪咁样帮死人。啊，不见得，这才我出来见看看死人要改嘛，是啊，不见得。他们说了，我有耶稣，大家一边好诶，阿门咯，阿门咯。但是若是讲你接受咧，就做来讲你生命落到你黑暗内面了。所以今晚我看风水，风水必是一个就做，必是一个正法诶。你摆唔掉，点则袂好势；你摆掉你好势，但是我讲你好势袂长久诶。因为你接你领入来，点则在你家庭做人就改好势咧，做人都黄了。所以有的人摆风水落去了，一日来落去了，外面都是被你摆唔掉了。一摆对了好势，啊，咱下一个平顶树一大人，是吧？一个好个人，你敲门开门，你看风水，看时间，伊好势，伊摆掉。但是我甲你讲，阿袂买啊，到阿买来这灵，伊大滴人的生命做工，人的家庭做工，伊行业变个。所以阿姐话，你要接福气，还是接诅咒来接？那是要接福气咧，要听出的话。唔通去动这个物件，圣经明明讲，唔通看命，唔通敬拜，唔通行邪术，唔通甲鬼有关系。等你甲鬼有关系，接受的就做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生命虽然在你主的点下，但是你生命在你就做来，因为你丢得魔鬼，一个政治在你生命，阿门咯。阿姊妹，小心，爸爸今日讲小心。人接罪，第二，咱先往下看。所以讲，讲真，行出上帝，咱写咱唔通接，唔通认罪，唔通挂罪。来，大家讲，唔通挂罪。你唔通，你唔通接，你阿在挂蛮挂啦。咱看，啥物事咧？等你挂罪，咱写，你生命是挂咧罪位咧，愈多越多了，咱看。雅各书头条十二节到九十六节，雅各书头条十二节到九十六节，圣经讲，忍受试探的人受福气，因为人经过试验过后，但是带着他的生命的改变，这是主所应允许的爱伊的人。人被试探，人讲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未在了试探人的，神无试探人的，那人啊，神是无福来试探的。也无欺骗人呢，但是个人被欺骗，还是被家己的私欲来讲私欲，家己的罪性，家己的见识，家己的生命里面所有的恐怖的代志，就是难解。你着被家己的罪、家己的恐怖的代志来缠着。因有着思想，就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就吊绳，就生出死来。我的亲爱兄弟啊，唔通看错。先甲我讲一件，是个忍受试探，魔鬼也未生命的好，好不倒的物件。伊知影你思想物件，伊知影你心内面的空内面啥物件，你黑暗啥物，你见的啥物。伊会帮助你向你拔刀，来啊！你只话咱行到上帝时间来，通是无好个。当你因着咱代志来拔刀个，咱才真下生。你只话要注意，所以对罪个物件咧，怎啊先讲？看《更多前书》第六章十八章十九，《更多前书》第六章十八章十九。先讲讲有人伫逃避迄个垃圾个行为，迄个淫乱个行为，人所犯个无论哈个罪恶，或成鬼话口。为有惊奸淫，
是得罪了自己的神父，现在那些神父就是圣灵的电话，就是圣灵把你闪的兵来卡到你的来头，并且都能不是我不再是自己的人了。圣灵叫修心，修心淫乱的罪。大家知道这比如说大风那是说有我罪的，这些罪慢慢刮起来的，这怀胎的，这怀胎就生出罪来，但是在多期间的罪就越来越大，高高会结果就死。那罪的那队伍呢，糟的，你看你吃的都没胎。所以啊，姊妹，感染的罪你要离开的，特别是少年家，姊妹，你成日在健身房里面健身健身，我拍拖好，打波就好，瞓夜好，要清气，但系我要清气。盲看，睇你罪，但是挂在你生命里面，啊，姊妹，所以个打波就唔要走好命，因为点先啊？要为了学读书，要都着学，行喺圣洁的路里面。那是你未得闲啊，做啊，教人啊。未得閒教人，聖經講嘅，古羅講嘅，未得閒教人，唔談嗰份罪嗰邊，因為啲罪啊，佢哋兜圍嚟做事啊，啲嘢結果就是冇嘅，所以佢哋會唔會離開，唔談真正嘅，所以大波雜波嚟教會份嘢邊做啊，聖潔，都好嘅，但係我平平都啱嘅，你啱平平，都啱了嘅 ，OK， 都冇幾夾把你兄弟嚟過過啲啲。都播了的，人家都問緊話你姊妹過年呢 ，OK？ 一嚟到你大伯就開個問人姊妹問人啦，上珠白白，頭出全部要點先？保持聖潔 ，OK？ 人姊妹唔談結瓜嚟播，唔談瓜嚟冇搞嘢，就我唔談瓜嚟啱啲，唔問瓜嚟冇搞嘢，大伯大伯唔談騎嚟騎去，啊我冇過你啦，騎子啊騎燒米騎布啦，騎到未剩幾多？一次我掛掉，咁騎到尾幾未剩？所以我無歌離無鬥而所謂騎來騎去的工人，但是問保持聖潔，彼此三條心在一路，要需要人幫助伊，用著人看顧伊，銀我幫助，銀我咪 OK， 就 OK。我處理上面嘅嗰啲，就係話講，我係講咗啦。一攞對嘢，銀我只有好好噶，爸爸好噶。阿爹，佢就好噶，娘噶，佢就見面兩聲就俾尖嘴啫，尖面啫，佢就做下我阿姐嚟咧，出面見到戇騎溝，咪俾戇騎溝咧。溝起有事啦，戇騎溝。最近無辜嘅例子，出事啦，出事啦。夜摸近下，唔是只戇騎溝，大摸頭。你啲啱問嘅啱，係冇交回債咧。如果作出俾佢俾處理，佢話講聽先。領都請領，我冇過嚟啊！我做俾信，我冇過嚟。但是都啱聽咧，都唔差嘅大波，但都出錢嘅交回人哋，我哋擔擔算咯。這是不被鼓勵的 ，OK？ 最忌懷有胎。失意即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罪既然降生，高高贵都死来即不生。输掉特别严重，那小话，当家人家接触输的，做出名的牧师啊，新加坡师啊，伊教的几万人的啊，才出名的啊。我来讲，到你美国，走多啊，介意生个道理啊，去别教会有不了，我非常厉害。用電的批政治嗰啲交俾人，做咗乜都保持佢哋聖潔，然後都嚟聚會。我或者讀書，特別拎工盤啊、鐵刀，唔怪出名啊！本嚟先入技術隊入邊，有波嘅，要只 secretary 行接出接出國國咧，抽下抽面底計 secretary 嚟名。然後又之外，到個杯嚟，依縮計 secretary。本来去个挂国，我啦去农民房间，慢慢为了社会啦，你家就来我啦去农民房间，公公公那为了更上就为上，公公公那了多个大人进来，农民生个这里办个医保的，医术解保的，读书来啊，无兼职啊，唔贪，你知嘛？教会外面就特别圣洁，
唔通让罪入来你生命，望食罪，望挖尽罪来吃。那是咱心吗？小可能一只狗、一只定的债，我就讲未债，无可能你办法来破。所以讲未听，然后就讲罪就是生死啊，我不计我还未死，就生也死，破坏大事发生了，除了，有没有？很奇怪，唔通见罪。来，咱看最后咧，来讲唔通犯罪。你要行在你做时间，都唔通犯罪。但是奇怪，圣经人讲某物件，可能到前书第六章第九个十节里面讲，你唔说唔知影不义的人，未计到承受神的国。可能到前书第六章第九十个第十节，唔通家己欺骗家己。淫乱的代志，拜偶像的代志，邪淫的代志 ，lesbian， 好唔识出啊！偷睇、贪心、食酒醉，然后大名、勒索、贪钱、食钱，拢未承受神的国。但是要注意啊，教会有一定的罪，教会有一定的律法，原则在内，那是教会无过的，不是无过的。是完全反对 lesbian 好唔识做，所以若是讲大啲报纸、大啲 website 看到讲有教堂接受，啊是教这个报，教这个大波嘅大波教员啊，查某嘅查某教员，迄个教了是邪教，教咱人无神嘅。圣经明明记载上帝厌恶这个做这项物件人，就是大波嘅查大波查某嘅查某。唔是上帝旨意，是未在到神就受了神的国，唔未谈到祝福的，将来上帝的审判。圣经内面可能清楚会知影，上帝无做错代志的。所以大波查波就是同性恋，查波嘅查波同性恋，唔是上帝做出来，这是罪来的，这唔是天生的。唔是，真正一研究出来，为着要承认你家己的罪，为着要叫人承认你的罪，讲同性恋是天生的，无像代志，上帝无做错的，无做错物件，是人的罪影响人。那是这个是上帝做错的物件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物件是大滴，起初已经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奇怪哦。是直直来，直直坐到吧，你看到规家哦，嗰个查某个查某啦，查某个查某个了，直直来直坐，古早无诶，几十年前的时代，现在冇得有，你有你头头摸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古早诶，现在当人诶社会，那是讲，如那是无教育有才智啊，你就针刺人啊。不讲明讲查某个查某，查某个查某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有嘛种定势啊？在耶稣诶时代。你若是跟大波無論來，論來你幾好把佢停止，咪講大波、大波、大波、大波，即是主無同意嘅，安怎係不成呢？嗱，即係事甲歸納後面有問題，頭者甲界頂問題，第一界頂，莫非有人攻破界頂？界頂就係破社會破啦，係咪啦？七十年代大師講到八十年代離婚嘅，離婚嘅即係percentage越來越高。等这离婚的不算得正关的东西，正是单亲的囡仔，一出事就无爸爸，一出事就无妈妈，爸爸妈妈离开，无一对妈，无一对爸。到了八十年代，咁先伊人教养成囝，伊人就无家庭的形象，第一家庭的形象 ，the image of family。所以伊人是伊人的这个性格，伊人的这个性格，伊人的 model 是一半的，无完全的。所以看伊对查甫啊，对查某，等于是一个查某囝，对了一个骂的东西咧。哦，伊细汉可能会请查甫，要不另外一个 extreme， 另外一个极端咧，就囡仔大汉的东西咧，伊要保护伊家己，伊就因为伊无老爸，伊请囡做一个查甫来打一个家，请囡请位查甫来保护伊家己，保护伊家己。所以家己当啊请查甫咧，嘛惊讲人看袂起，惊讲人看伊无。才希望有一个大波的形象，
查某，包邮的，就是查某型的，他们是为了卖证件，有几耐证件，就是伊失去老爸的形象，伊唔知要做滴查某，伊唔知要做滴查某，所以伊个性开始变。到九十年代，到个二十、二十一世纪，就是今日的时代了，不是呢？安奈做人不济，相反，就是迄个家庭的破坏做人不济，然后惊子个了无一个完全的父母的形象，都搞到一个堪称大波无像大波，杂波无像杂波，伊人歹去了。加上安奈人伫来伫坐，就伊影响啊，影响。不然讲伊学一个大波上台，即杂波影啊，十几岁了是啊，伊爱就是大波，然后伊学一个大波上台。上海喺买嘅石内面咧，伊嘅脑嘅思想咧，哦，感觉大部无嘅。加上伊家己嗰时就家庭，即单亲家庭哦，伊嘅妈咧本是和大部上海，就是伊老爸离开伊哦，所以决定咯，即世界大部感觉无嘅。然后同性恋嘅人，我挂一阵，一开始挂到对伊嘅倾，对伊好倾，同性恋个顶类大成夫，出去食，出去行，即个大部就我朋友嘅。伊感觉伊暑假只有人，伊暑假只有人无代表伊同性恋。我咪有真正好个大波兄弟个朋友，真正好个。上种来哦，几十年来哦，生个段来哦，但是我无解有同性恋啦。你明白我咪讲？好无代表同性恋，但是因为伊无有定调个大波查某，应该有形象，所以即查某囡仔因叫即个背景做介。想讲家己是同性恋者，想讲家己住伫同性恋内面通完全，完全呐？即个证明伫咱面前，当今无啥东西是集团性的，规班的同性恋都是靠查某，查某啊，查某同性恋去靠查某，连男的同性恋都是英雄打破，所以导致伫咱面前，加上呢，media媒体。起来，伊伊做同性恋无办啊，然后迄个internet 来对全同性恋物件，推动同性恋物件，唔得，高举同性恋物件，导致人的思想就影响。第三，性生理，他们说咧，因为真正侪人食饱食鸡钱，当今的鸡个股价鸡股上，我讲这个阿狗是。含是当今的人的性向的荷尔蒙的改变，荷尔蒙改变，自然自然的上查某的身躯自然变形，是不是？含咪想咧？查甫查某的自然，我那时候生了无，查甫的毛出来抽出来，那查某的啊，查甫的咧，就身躯含咪想自然变大了，你知含咪想咧？鸡，每一只鸡拢要拍荷尔蒙的，等你吃鸡，你咪想等你大量吃荷尔蒙的片。所以一个年纪那么长期时常在吃鸡，吃鸡，对不对？就无好个鸡，对不对？伊身材伫咧演变，然后伊心理伫啥伫咧变？因为咧荷尔蒙在你身躯内面咧发出作用，你荷尔蒙咧开始变化，荷尔蒙变化，即查某型嘅，哈荷尔蒙伫伊身躯伊大粒变，是不是？对不？对不对？搵到你内面跑荷尔蒙。所以吃鸡等于吃荷尔蒙的鸡，所以小心嘛。我把你叫来来，我吃十只鸡。出来讲你变形啊，吃鸡，这唔厉害啊。你再一再 ，OK， 来今晚，今晚小心。那么吃鸡就乌鸡，就菜鸡，就吃红鸡，吃贵的鸡，吃金红鸡 ，OK。我同人百幾間料，你後屘數咧佢，我講嘅只一幾，一隻落睇就六十錢，跟住落睇。但是當今嘅幾啊，二十，嗱想我做翻二十二錢啦，入三錢嚟講啊，厲害啦，行咯。六十錢嚟幾，變緊入二錢入三錢嘅勢態啦，全一鬼只我只啦，佢哋嗰粒唔是白嘅，拍開我只係。你知道你成股房多有料？啊！比你大了不是，八十的大了不啦？哎，查某的大了不啦？有没有？啊，不要紧啊！这话要注意啊！所以啊，这话你看到啥物件？来，教会也清楚会知影讲，咱人是反对同性恋。
無論黑冷嘅軍事莫算鬼兵，總之咧就係啲大波兵、炸波、炸波兵、大波兵，我講係指還知唔知上帝旨意咧？指啲上帝嘅先話，你咁樣試下搞嘅，無論公啊官啊公平啊，公平啊唔公平啊，哇！公平啊勝定，即係定下落嚟就得啦。其實經用者借呢段嚟生活，但是都未見上帝無歡喜，都是無歡喜。上帝講別曬，就是別曬。上帝講定都先話，一定下就會先話。阿咩咯？就係話，所以有啲話敬上帝嘅知，咁先去望學；去敬上帝時間去望學，未見注意三嘅人。大家講唔行犯罪，嗱接罪，唔行見罪，不應該離開罪。如果大家嘅知，下面點先望學？你咪去看命，咪去做风水，咪去做啖代志。上帝福气，特等子俾领教，永永远远领教咯，世世代代领教咯。阿咩都认知嘛？所以你行入上帝时间，唔通行入魔鬼嘅时间。阿咩咯？特别记起来。